張永賢同埋鄧思榮咁所扮演嘅咧就係《戰鬥女子學園》裏邊嘅兩個角色，國之思維同埋皇上花音。多謝大家嚟臨 FF 嘅演唱會，我係皇上花音，我係國之思維，請大家細心欣賞以下歌曲。人氣較高，下次就着手出花音嘅個人大碟啦。揾思維做踏腳石，果然係唔錯選擇啊！花音降低訓練難度就我，我係花音嘅半腳石 ，FM 唔需要我，花音都唔需要我，咁呢個塊鏡我都唔需要啦！啊！點解演唱會完咗之後揾極都揾唔到思維嘅？又話同經理人傾少少嘢就翻。擔心死人了，天色變好，咦，瀰漫住伊洛斯的氣息，不行，一定要快點找思維才行。思維，思維，思維，你找我？事到如今你還找我有什麼用啊？現在還惺惺作態扮親切，我不會再給你用的了。蛤？思維，你說什麼啊？事情不是你想這樣的，你聽我說吧。你收聲，我不聽了。現在我才擁有操縱伊洛斯的力量，原來是這麼好玩的，哈哈哈哈，力量這麼強大，遠比花音你還要強大，哈哈哈哈，我要摧毀這個令我痛苦不已的星球，破壞，破壞，破壞，哈哈哈。停手啊，思維，请你记翻起最初我哋组成偶像组合嘅目的啦，系想用歌声感动咁多嘅人啊！但你睇下而家，身为偶像嘅你，竟然破坏世界，令人家园尽失。偶像唔应该系咁噶。偶像系你哋唔需要我啊！好好笑啊！偶像唔可以系反派嘅咩？思维，我唔知点解你会变到而家嘅，但系系你的歌声拯救咗我。你的歌声可以治愈人的心灵，你的出现对我几咁重要。由我同你组成 FF 起，我就决定要同你成为命运共同体。你我无分彼此，用歌舞感染人心，请你记翻起啦，思维。咁系知心好友。啊，好辛苦啊！回忆充斥令我个头。最重要的花音，花音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停手不再破坏了，你终于记得翻起我了，思维，求下你，花音，醒啊，醒啊！你话我哋是命运共同体，冇咗你，我生存仲有咩意思啊？难道我可以勾住心神鼠发光你一次？难道故事发音神鼠选中咗我成为星手者，赐我重生。所以思维，今日我都请多多指教。唔该晒。好，我是妈妈的 Suki， 请大家多多指教。